间眷恋之味，温一壶清茶看时光静美，杏花流水看鱼儿飞，且敬眼前美酒一杯，为心之所向年岁。夜深人平日里都是到自然醒，所以很少有早餐，有馒头是不错了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月老庙不会不开门吧？月老庙应该开吧。我们要去月老庙。岳父同意了，带你去月老庙立誓定盟。烛影幽微，有一盏静待我归，寻找一束。